口，渡口。再往旁边看一点，再转回来，有点不敢看它，再转回来一点，再转回去，好，渡口。它，好。OK， 五三五九。啊，看看就是这样。请问一下，暑假带营队的心得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小朋友真的非常的活泼，不是很邪恶吗？对，很邪恶，然后而且就是他们过度活泼，然后我就可以当幼稚园。志宇，啊你呢？请问一下，我没有需要。啊，真的、哦，好可惜哦，寂寞哥。好，我继续跟他话。好。你就直接答应好了。好的。嗯，是有点了。刚在那边讲很久。嘉义，请问一下，拍到刚刚那照片的感觉是什么？真是太好了，这辈子没有白活，真的。所以你要存在你的头脑里面吗？我已经把它锁在我脑海。傻眼。再来哦，把它抱下，抱下。